好，欢迎收看《深潜战略》。这美股休市，澳洲股市、亚洲股市今天是走跌的，台股今天同步开低，而且呈现了个量缩整理的态势。那么今天大盘呢，呈现开低之后，盘中又受到了大陆股市走软的一个拖累哦，拖累到整体台股的一个表现。再加上市场高度期盼的宏达电除夕秀也令市场失望。今天大盘呢，在尾盘也没有明显的拉抬走势。今天中场是下跌了34点，来到的是呢，回测五日线的支撑7387点一个最新位置，成交量也出现了个急缩，是694亿元。那么今天盘是要怎么分析呢？就要请到两位专家了。首先要欢迎到世固的投顾的资深分析师于世庆于总，于总好。庭君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。第二欢迎到固的投顾的资深分析师王建文，建文好。庭君好，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经过了前三天大盘的金金涨之后，整体的多方气势感觉起来非常明显，但今天又出现了个价跌，而且量出现了急缩的发展，所以来到这个位置大家怎么看今天的跌势，还有拉回会是买点吗？先请建文帮大家分析。好的，其实昨天于老已经提醒各位了，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在低点转折的时候都不敢买，结果涨了585点之后，反而大家又开始什么？开始心情开始雀跃起来了。来，果然压回，我想于老告诉各位说，这里你要稍微什么停看听一下，果然压回嘛。你前一波没有做，你这一波你就要格外的谨慎，一波做完才做下一波嘛，所以在操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提醒各位啦，尤其很多的投资朋友，你手中的持股非常非常的多，二三十档的一堆，你要懂得化繁为简，好像宣明志宣董一样，小三小四小五统称小三，化繁为简。好，来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指数是直接压回哦，你要懂得要有规划有策略，我们在这边是用心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。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到什么？看到昨天我们提醒各位，急事缓办，忙则多错嘛，缓事急行，敏则有功嘛。那很多观众朋友在想说，可是现在不买，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要直接上，要直接上，然后要上到哪里去？什么最强的一波要出来了？观众朋友，最强的一波，其实很多投资朋友，你只要把握每一波的转折，包括像6月4号的6857、6月26号的717，其实这一波这么强的转折上来，你有赚到吗？包括像鸿海今天还过高，包括像可成昨天来到近期的高点，兆丰金跟中寿就不用讲了。那甚至有一档股票，昨天于老提醒各位，这是我们第二波的强势推出，第二波的急先锋今天强势出击，所以观众朋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，还是要提醒各位啦，很多的一个操作，你真的要成功，你真的要懂得什么，你真的要懂得去做规划判断。前一波如果你错过了，下一波你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做，那当然很重要啊。如果你不想随便做，你又需要有人来帮助各位，可以什么？可以找一个对的团队来帮你做操作的规划。好，那么从这波低点上来呢，这个指数已经涨了不知不觉将近快600点的一个幅度，那么今天压回，我们接下来操作策略该怎么来做进一步详细的规划，就要请于总帮大家做掌握。好，那这几天的一个行情，那么各位在看我们的一个节目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的，至少这些口诀你是一辈子都不要忘了它，一辈子都不要忘。好，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指标，好，我们昨天节目的一个指标，我们说空单不补，涨势不止。其实为什么那么强啊？因为嘎达外资11000口的一个期货的空单，大口咬住，怎么会乱放啊？一定嘎到他受不了的时候。好，当空单受不了，空单在强补，空单回补，空单强补，涨势停止。这是在昨天。所以昨天的高点呢，我说这是极短线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出现了，因此昨天呢，我告诉各位接下来走势会有这两种，会有这两种，涨到一个高点之后开始就是震荡啊，震荡之后再往上攻，或者出现快速度的一个拉回啊。那这个地方有必要要回测这个地方的一个颈线，这是一个头肩底，那么头肩底既然突破之后，它就要做形态上的一个压回，可是这个回撤就是很麻烦，回撤真的很麻烦。假设这是一条颈线，这是一条颈线，啊，颈线在这里，它可能回到这里就不来了，也有可能回很深呐，也有可能回到刚刚好。啊，你这样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？有啦，怎么不一样？回撤不会往上回撤吧？一定是往下回撤吧？对不对？那这个跌有可能是以盘带跌啊，
有可能真的是跌啊。啊，你要问我哪一种？哦，你动作我真的深，你真的动作我深哦，我真的会知影。可以把你规划到这两个部分，应该已经 pro 的 pro 了啦，卖安内啦，安内你中搞啊啦，没对吹啊啦。只是其实都没有关系，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好啦。涨了600点，然后回了100-200点，空头来了哦，嗯，谁要涨啊？那个空头来了，那个就跟那些老人们讲，今天大家一定没空打电的。张太太一定也没啦，黄太太当然也没啦，拢会没啦，然后太太拢没啦，拢没空打电。今伊个股票佮未起算，来没空打电都小。遐个讲，你要听空打电哦，我话讲我你听。当我心情好的时阵呐，哈，来来，好。那我说这一种恐怖的一个滚量的方式，把这个盘带得很强，带得很强，要多少量就有多少量。现在只要就是说，接下来震荡就是盘整跟拉回这两种而已嘛。好，但是不管是哪一种，你就是这拉回来是机会呀。哎，那个进入整理是要给你买的呢，你们傻傻的还在那么放空呢？嗯，嘿，你那个拢嗯，空单拢没敲定啊？哈，今天啊怎样？哦。空手的还是在空手哈，哎嗨，今天嗨啦，现在就空手人最多啦，要不然就放空的啦，啊，最多的就是做多的，啊，做多的是最少傻傻的赚600点，啊，放空的应该是在这里空的啦，都在这里啦，啊，或者在这里啦，啊，都是这几天空的，应该都是在空在7300左右啦，啊，都7300左右啦，或者更低一点啦，啊，7250、7300那个地方在空的啦，啊，好啦，不管啦，其实也嘎不到多少了，但是就是被嘎啦。怎样？就看错方向，当然被嘎给讲诶，给嘎很小弟，哦，好。我现在告诉各位，就是昨天我跟你讲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地方是让各位去补空翻多的。你做空，这个这唔对呀？对，这个看个是唔，啊，这是唔对个属性的。你讲那当然翻，当然翻，一波背的，我刚好给你做空，这是还没跌呢，难看啊。哎、欸，来放大来，导播，拜托个，这我要乱七八糟。当时他7300呢，我告诉你会跌回来做右肩呢。当时没有右肩，没有右肩呢，没有右肩，我告诉你是右肩的呢。好，那我说怎样？有吧？叫你落来，这个是爱买嘛，一个是去你嘛。当然在涨的过程，等一下再跟你分析什么阶段嘛，是不是？这个都会跌的，我要告诉你这个。这个你不要去放空，你要等他回来再买就好。你那么省哦，我做多商就空，多单出清，反手放空哦，尴尬。你是都，你的日子那么短哦，然后就从7300跌到7100，好、哦、有没有下来了？那下来这个地方又告诉你717这个要上了，717我看哪一天啊？这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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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这个我们哪用说呢？来，26号。717有没有跟你讲会两种走势？到底哪一种？我怎么会知道？看量来做事啊！那量要怎么看？也教你了哦，也教你要怎么看哦。如果是量能缓步的增温，就是走一；如果量能平稳的发展，走二。走一是什么？就是走这一种，直接上来。那现在有没有？请问有没有上来？是不是量能缓步增温？也看到这里哈，通常正常的哈，现在都已经站起来了，没有再坐在椅子上了。可是还有，通常看到这里就安尼啊，喂，底下当看来告家，啊个对家也当看来告家，嚯、哦、啊对家个卖供啊卖供啊，这个太早了了哈，讲到我自己也忘掉了。好，现在还不止哦，这里告诉你啊，他要这样子。对家打力工也告家啊，对家打力工也告家。好，那昨天又告诉你哦，现在会走这一段，回撤这一段嘛？啊，这已经多久前画的了啦？现在要走这一段，那这一段的模式都就走这两种，到底哪一种我不知道。最好两种复合的最好，让你啊到底是别哪、啊，让大家搞不清楚啊，这空头啊，你想饿了。散户哦，通常哦，四块啦，公斤的有当下四块，啊，有当下吼硬气的，你看，我觉得，真的是散户有时候为什么输钱都是散户？其实散户有没有自己检讨一下？啊，
为什么十个散户操作股票，八个赔钱，一个不输不赔，只有一个人赚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心呐、啊，你的心呐、啊，惊的时阵心过惊啦，欢喜的时阵心过乐观啦，我拢是安尼啦，很涨啦啊，涨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大家嘛讲鸿海战，大家嘛讲可成战，包括涨啊，大家嘛讲宏达电战。敢无进前 TPK 咧出事的时阵，打嘛 TPK 战，最近 TPK 都个他拢无人咧讲啊。算好个那样安尼尔啦，算好啦，算好啊，算好讲个唔听，个意见一大堆啊，我都。哎、欸，上起码我嘛专业的呢，我专业的呢，我专业的咧讲，无你嘛先来先我较认真听一下。你的判断个意见唔对，个是唔对，啊唔对个咧，身随事转，淡定好心情啦。其实淡定是对这出来的啊，哦，身随事转，淡定好心情啊。两个淡定哥、淡定哥也几股供出来了啊。身要随事转，不对就是不对，那哪有关系？人又不是神，通通不会不对啊。不对，那要紧，不对个的三难改改来唔得哩对啊，紧改过来。输个不要紧，卖输干，受伤就没关系，不要脚断了手断了。那个都还没关系啊，手断了还可以接，脚断都可以接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头断了，好不好？头断了怎么接？怎么接？有人看到那个脖子在打石膏的，我也没有看过，护护圈是有了哈，但打石膏应该没有了啊。所以头断了是不能接啊，所以你要摆脱一下啊，要摆脱一下啊，要身随时转，要摆脱一下宿命，摆脱这个，你日后就能成功了。未来会不会这样子走？大家等着看啊，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就让时间当一个证人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更多的操作资讯，广汇来继续为您分析。先生，你这台车怎么卖啊？坦白说，我觉得它比新车还要值钱。升级 Volkswagen 德国名车，福斯认证中古车。过去生前战略一直不出声，只因为我们信奉口碑，不喜欢夸大不实的广告宣传。但是我们十分替您心急，因为操作的困难度不断向上提升，而您的财富却不停地向下沉沦。您可以拒绝当一个无奈的投资人，每天看着您的财富如流水般不断充实，但您却无力反抗。解放您投资的旧思维，灵活您的投资操作，让生前战略精准的研判、精确的卡位，帮助您精湛的获利。全球品牌盛会，暑期冻涨下降价哦。去年还留在心里的感动，今年再一次让全世界惊艳。2012最美丽也最严酷的高球挑战，裙摆摇摇，12月美丽华球场，美丽在线。数位单眼防水，台北多媒体展，万种相机清凉出清。There is no boundary between sharing and success. Only sharing defines the success. Infiniti JX, the class-leading LSUV with future safety technology. Infiniti JX. 魅力无限 Infiniti.
回到深浅战略。那么从这个波的低点6857点涨上来，这大盘涨了有585点的一个幅度。那么如果说今天哦，如规划当中出现了一个压回，我今天的压回我们怎么来看呢？如果说未来有机会以盘代跌的话，什么时机是一个好的布局点？那么关键的指标股又要怎么看？先请建文再帮大家来做进一步掌握。好的，其实我的同学都知道，我以前高中是念成功中学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说，你想要成功的话先进成功了。可是问题，股票市场是不是说成功那么容易，完全没有规划，然后像无头苍蝇一样想看到大量追你就会赚哦？不是哈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讲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做每一件事你都要规划，而且你要懂得布局。那这一波两个转折，观众朋友，你绝对不会买在这里，你绝对不会买在这里，你也绝对不会买在这里，那不要放空就很好了。甚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也是附近的一个节目频道在这边叫各位把股票出光嘛，甚至要放空，就一口气拉了什么，拉了585点上来了，那这里还是叫大家放空，就一路往上刚好。这一波如果你真的错过，下次真的不可以随便做了。那有的好的对的团队告诉你怎么做，你就跟他们做就对了。来，这是兆丰金，要怎么收获你要先怎么摘，成功绝对不会凭空掉下来。来，那这档股票已经来到23块，这波的高点你去对一下，前波就是231。那231如果一过代表什么意思？我想学技术分析的人都很清楚，这里就是于老跟各位讲的布局区，布局区上来之后一口气涨了 20%。 观众朋友，你这波有赚有涨到有赚到两成的请举手。 我想大部分大概有赚啊，可能 3%5% 的算了不起了，那赔 10%20% 的一堆。来，这是兆丰金。来，除了兆丰金之外，你有没有发觉到一档股票中寿？来，这都是核心持股哦。布局区域老告诉各位，在这边一口气拉到今天再创新，不要忘了今天大盘是回档哦，293。好，高票强啊，不强，你让你看到灾哈，18%，你有没有发觉？钱就是这样赚，那 18% 相当于多少的一个相关的你每年的一个利息的一个收入去计算，可能要多少年？现在的一个定存利率也很低嘛，这是2317的鸿海，你有没有发觉？这里跟各位讲，于老跟各位讲，这里布局区的时候一样拉到 92.2 核心持股，那你要怎么做？什么时候压回来要买？你要看整个告诉你要怎么做的人，对的人才会告诉你做对的事嘛。2474的可成一口气拉到昨天207哦。那这些个股拉上来之后，是不是说很多投资朋友就想说啊，你们是不是就这样一直新的团队成员进来也好，或者新的观众都买这些？不是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新的团队成员进来了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想帮旧的团队成员抬轿，像其他的一个团队来帮我们抬轿一样，那一定有新的股票嘛。第二波的先锋，今天台股压尾，它有没有强势出击？3.8%，所以有时候就看你的心了，千万要记得一件事，做任何的事，选任何的股，操作任何的一档股票，你都要规划，然后把关键的时间交给于老，让于老告诉各位说你大盘你要注意什么，还有很多小细节个股你要怎么看，才能够帮你创造你想要的一个获利的空间。好，那么前几天看到呢，这个波的大盘涨上来是呈现一个量增，而且价涨啊。那么今天跌量也缩了下来，出现蛮明显的一个急缩。所以接下来如果就大盘那个量价角度继续来看，后续的一个盘势的规划，就要请于总帮大家来做掌握了。好的，刚刚给各位印证一些东西，是这一段时间真实的一个操作。那通常呢，我的个性呢，我不会事后再讲，我喜欢事先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像人家一样啊，涨跟你讲涨，跌跟你讲跌，那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不够意思啊，挑战性也不够了，攻击力不够，刺激了，被刺激个啥呢？呵，阿伯落来，你是哪公没落来？好落来不？大家等着看，看你有没有下来。啊，好啦，下到哪里？怎么下？下多久？下什么？光规划这个就头很大了吧？真的吧？那下多久？幅度多深？对啊，听你的讲，干就干单起来要走啊，还是要哪走？所以知又是一回事，行又是一回事，要如何把知行合一，那是非常困难的事啊。所以我昨天还告诉各位啊，你要知行要对呢，那个节奏要对，你不对那很好笑呢。如果把它搞错，那很好笑呢。
是这样的，那个节奏把它搞错了，就是明知道它要涨啊，啊偏偏低挂啊，啊挂不到嘞，哇，挂不到就买不到嘛，买不到被嘎空手、啊，来中寿借我一下，借我，真的啊，你们都是这样子啊，我这个中寿哈、哦，我至少讲两个月的啦，好从。从什么？从廖庭娟讲到陈明乐，又讲到戴欣怡，现在又回来陈明乐、廖庭娟的啦。我已经讲一轮啦，这个我开过嘛，这个有无？有工作过无？有没有？好，我讲那么久，你该听的人你也听了啦。啊，没听，刚刚听了啦。好，这么久的时间，你也都知道，这股票人家跟你讲可以做多，可以做多，可以做多，一定要做多嘛，形态多漂亮，多标准嘛。哦，啊你也知道啊，要涨啊，这股票要涨、啊。嘿，啊这余老师啊，看伊拢买25块附近咯、哦，啊不我来买24.8，哎、欸、我来买24.7，太会惹人啦、啊！啊你加买我两角血死哟，啊个唔哦，好、哦，干啦，你多买他2毛钱哦，叫我拼你啊呢，干啦，你唔来什么心态，我来想拢无。哦，你这个余老师，你买25块。我来买24.9，24.8，好，我来24.7买定哦，好，我个比你老师较搞啊，对不对？你比我搞别冲，我喊你比搞别冲啊啦！我跟你，你比较那个要干嘛？你这个不知道什么心态呢？是你买了真的买到24.9，你今天就可以坐在这里讲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啊不，我的东升要抢劫，我林刚你也买了24.9，建文迄位牛你坐安尼好不？安尼好不？爽啊耶！无聊，真的是无聊。钱较好吧，有差一角银哦。你个偏偏唔要低挂，啊买无得多啊个，规路啦，规路加红加红酒啦，规路加的啦。好咯，那涨上来咯，涨上来咯。嗯，啊涨那么多，总是要拉回吧。啊，我既然上涨的时候没赚到，那这个拉回我就不要放弃了、啊，所以我就赶快放空，放空。哼，这十没赚到吼，为了差一角没赚到。呵，你去盖靠家，呵，我给来放空，呵，放空，放空呢，好，一空腰收啊，未哇，无空无代志，一空出代志啊，阿娘话哦，多单做无得，个咧阿未过有啊，即摆去放空用价格叽叽叫啦，目眉个小去，有无？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坦白讲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有无？有安尼无？有这样子，你已经很严重了啦！哦，你这个是一度烧伤啊，这二度烧伤，个小磊敲伊啊，我讲，这二度烫伤啊，有没敲伊啊？啊，即摆来，讲假起念，哎呦，我要认赔回补，我无爱啊啦，无爱啊啦，我不爱做空啊，我要听余老师的话啊啦，今日我补空哦，翻多，啊，补空翻多，多在放量。啊，多啊喝，你别多啊喝，刚好我套给你，那你就很爽了。做空也死，空手也挂，然后做多呢，哦、又麻烦，算好我宿命。没有啦，现在真的在跟我们做，那这已经涨了18%了呢，18%呢，哎，还没公务机关退休赶快呢，你看18%呢。我是差不多2个月，人家10%人家砍一档的呢。啊，涨了18%，要叫你进来抬，那我不是跟张太太一样吗？不好啦，叫我们来抬价不好。于是呢，我告诉各位说，我们哦要找一些强势的股票，强势的股票，那我们要找主流，主流要怎么找？记台哦，记台哦，面角底下哦，大盘涨是没过关掉啊，大波可以把它放大一点。昨天高点有过高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过高？没有啊，那怎么会主流在电子？那今天早上涨什么？轰涨电子，那涨错啦，难怪今天会跌。他有没有比他有没有过高？有啊，他比大盘还强啊，比大盘还强的就是主流嘛。你看我跟你讲的兆丰金，我跟你讲的兆丰金，来，这一样我的股票你自己看喽。我跟你讲的兆丰金，我跟你讲的中寿今天续创新高，鸿海今天有没有涨？可成今天有没有涨？这都是我的股票啦。那从这个地方你就看，哎，为什么今天指数跌？为什么金融股在涨？因为它是主流嘛。这跟你讲，你还是不听。
但你讲个伫只，你主流个伫只，你起的时候有量，一落量水缩落来，你要按照这个东西来做，这最简单最直接的，反而你不相信它，那我哪有办法？你找那些很复杂的、很难的，上面 S 指标哦 ，Y 指标、哦、Z 指标哦，干下这指标它都标。熊肝单的熊底下来熊底最快速的，你不去学啊？你要学那些旁门走道，我就奇怪呢。中正路不走，偏偏要走什么什么什么厚德路？叫你看好，还有啥梦想街啊？你都唔看，拢走去大家看华西街啊？哪有法度？路拢行唔对去嘛？噶唔是？所以主流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今天指数整理的时间有多久？它的幅度有多大？不是你决定，也不是我决定，是由他老兄来决定的。这是相当漂亮的整理、哦、相当漂亮、相当强势的整理、哦、所以重点就在金融。你搞错方向，今天还在那边骂宏达电有什么用？根本搞错方向嘛！现在全台湾讲金融股的谁在讲？谁在讲跟你讲金融股？那确实啊，当然股票不是18%就20%，对不对？张爱讲的一支股票。总有跟你讲一档股票啊，那个股票啊是，坦白讲是本来也不大想说跟你讲这个，等一下你又说怎样怎样啊，但是有些事情哦啊不讲不行。这股票哦，这股票哦，半年赚1.47元啊，半年而已哦，赚1.47元的哦。那我问你啊，现在是1到6月呢？6到12月，7到12月嘞，至少也1.47元吧，甚至于会多一点。哎，那加起来快3元呢。金融股赚3元，股价不到20元，10几块，18元了。见到鬼了，哪有这种股票那么便宜？那赔钱就算了，还赚钱呢。哦，像这种股票就要把握，2天已经涨了5-6%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分析提供朋友了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自负投资风险。预祝操作顺利，深浅战略。明天同时间再会了。放样 Econavi 省更多。Panasonic 电冰箱，唯一搭载 Echo Navi， 省下更多不必要的浪费。全系列一级能效，为您创造节能绿生活。日本、台湾销售 No.1 Echo Navi 电冰箱。Panasonic。现在买 Panasonic 节能家电，让你省又拿好礼。买指定电冰箱、洗衣机，再享回馈补助2000元。过去生前战略一直不出声，只因为我们信奉口碑，不喜欢夸大不实的广告宣传。但是我们十分替您心急，因为操作的困难度不断向上提升，而您的财富却不停地向下沉沦。您可以拒绝当一个无奈的投资人，每天看着您的财富如流水般不断充实，但您却无力反抗。解放您投资的旧思维，灵活您的投资操作，让生前战略精准的研判、精确的卡位，帮助您精湛的获利。手机第一全球品牌盛会，新品全馆下沙，快来台北多媒体展哦！